近日，杭州一公司发布了一条招聘推箱子专家的岗位信息，年薪最高24万，主要负责在直播间货品排列组合，同时将货品准确快速地推到主播手中，协助主播直播。不仅工作内容新奇，该职位的相关要求也十分有趣。岗位要求有一年以上接触各类箱子的经验，要对各种材质的箱子有了解，手腕部能力灵活精准等。据悉，招聘推箱子专家的主播系最近因极速丝滑带货走红的电商主播郑香香。一年24万只，需要在直播间推箱子，你愿意吗？